一路手牵手，希望做你的妻子，会当陪伴在你身边。我也不愿甲你来分开，真牛筋多省钱，我会勤俭过日子，等我成功好地位，予你看见。真牛当千金梯，希望你着打会起，幸福人生咱着坚持。你我无论在海角，也是在天边。天涯总有相逢时，感谢你，真牛筋多省钱，我会勤俭过日子，等我成功好地位，予你看见。真牛当千金梯，希望你着打会起，幸福人生。你我无论在海角，也是在天边，天涯总有相逢时。妈咪，小妹今日我买你上爱的泰式奶茶哦，谢谢你。红军啊，谁受伤啊？严世民真正起痟啊，竟然对我动手。惨像这款人，应该把我关进去精神病院，才要出来害人。你敢有甲爹地讲？爹地这尔要紧哩，伊若是知影世元搁找你的麻烦，一定马上倒来保护你的。别管你爹地啊，我甲伊讲我受伤的代志，伊拢无要报警，可能叫保镖来保护。那时阵，若不是我家己跑去跟报告员，把严胜仁刮走，我真正不知影能够安怎。连一个跟我无对盘的花小鬼，我靠倒三工，你爹地嘞，对我遐尔冷淡，这就找什么？妈咪，我想哦，爹地哦，一定是确定你安全啦、啊。所以才无加问的。那无，我打电话约伊，明仔咱做伙食饭。不好意思，婷，真正是愈来愈怕代志啊，可以安慰妈咪啊？那是当然的啊，因为妈咪哦，最近对我愈来愈好啊，而且佫会学落话呢。妈咪，咱一家伙仔的感情。无可能因为冤家，也是讲歹听话就拍歹。我想哦，爹地同款嘛是足关心你的，只是哦，伊即马咧张啦。咁真正是安尼。啊，不过你爹地嘛张伤久啊，久到我认为伊无爱我。没啦，妈咪，有我做你两个人的小天使，我保证爹地哦会变作较早迄个宠妻魔人。我即马开电话伊。顺便起码起笑，我唔知影对你爹爹安怎，咱袂用报警。我有你爹爹手机定位，咱去找伊，
你即马打电话挂小坤，叫伊一定要回来。我再甲伊讲的话，叶顺会听。哦，好。我今日电话留咧，死也不用。唔想你敢若乌白讲电话，你想我是卡心开来。啊，若无，我就给伊两个查某囝，搁较凄惨。我只会当讲，恁家的人拢真爱自作聪明。我若是无用唔对，张子婷应该要挂过来。我就一摆，给你三个宝贝查某囝，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安尼我的功德啊，搁较悬了呢。你老大哥一定要替我多讲一点仔好话。叶顺元，你就是该对安怎？我做鬼帮你帮你耍。为了动作，这做鬼没帮我耍，是一种感谢。拜拜，叶顺元，叶顺元，叶顺，不，啊，叶顺元。王院长，我妈检查报告安怎？心因性精神障碍，那安尼阁有啥物方式当治疗？哦，我会注意，爱让我妈的情绪保持稳定。好，我会好好配合。多谢。子婷，什么代志？啊，这摆是安那啦？那人还袂清醒？是毋是伫个冷冻库上阁有受伤啊？敢有严重啊？爸妈，恁较冷静者。是啥物状况？你着紧讲啊！拢检查过啊，无啥物问题。真正是天公伯有保庇，天公伯有保庇。别当你去病房啊！好好好。哎，等等等，你是要甲人心杀对哈？隔壁病房，因姊妹啊，爱住钢筋房，也毋过，我拜托你，莫甲伊拆分开。因两个人，不管是倒一个神经性，都会希望第一第一时间，看到厝内的人，看到对方的。是啦，伊是双生啊，本来感情真好诶，后来一些纠纷，我小妹也准讲我无孝敬伊，才心内受到真大的创伤。所以这摆吼，绝对袂当可以让伊分开啊啦！本来24点钟拢陪伫伊的身躯边照顾伊，不过这是病医的原则。我知影这个要求，予你真为难。无安尼啦，等下我去找医生，也是护理长，讲一下，我绝对不予恁派错人的。严顺元算是有淡薄仔良心，离开冷冻库的时阵有甲温度调悬，啊，若不人没人性，都真正不一样了。什么良心啊？这种为非三者、低高不如的白痴蛋，拢做会出来，这才是下一个院长的错。
我要让我拄到，我会给他拍个做告白。爸，你真少把话讲到这么凶的，到时阵我帮你倒拍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把两个查某囡仔的身体照顾好了。你们跟我讨论我的心情，家己已经讲到冻袂住。人辛苦的养肝，身体较虚，人们一定三下几条，才会把骨头和人心情的。患难见真情啊，大姐也是真正要紧二姐。人性心内其实真要紧人命，你敢若是无讲出嘴呢？是人心常常做噩梦时阵 ，murmur 我听到的，而且伊的头毛若抹在伊的面，伊会感觉无爽快，甚至会惊到精神。这恁应该拢知影对无？是讲，你哪会知影人心的头毛抹到伊的面，伊会惊到精神，搁会听到伊说梦话？这，对啊，我是小弟呢。我们知影伊有这个镜头。王先生，我知影你是人生的男朋友，敢讲恁？无无，我跟人生是清白的。但是不是你想安尼啦，是真的啦。其实我是任熙的真男朋友，我让伊放散，即马搁咧想办法把伊约倒来。王正燕，那安尼你嘛无算孤单，阮几家伙仔足早就阮二姐放散啊。不过阮无放弃哦，我相信有一天伊会知影阮对伊的爱。你嘛同款，若是真正爱伊，就袂当简单就放弃。晚来，咱拢赶快和人心留校查看。好，既然我即马有伴，以后咱就互相支援，和人心搁上先那一间，做伙败不复活。这当然无问题啊，不过你刚真正是要做我的二姐夫，啊，这得看你的本事啊。因为我二姐不好安顿，这我知影。其实咧，找人美人心的过程中，我看得出来，你真要紧人心。你这段时间有人咧真心咧照顾伊，我真感心。不过伊今嘛真讨厌我，伊那是讨厌你。都袂答应去做你的秘书啊！伊讲是要为着未来打拼，无是要让人看袂起啊！哎呦，哪有人对家己这么无信心啊？伊若是要打拼，每一间公司拢会当去啊，创啥去甲讨厌的人做伙啊？而且要甲你做伙做代志呢？你的意思是，伊无讨厌我？加油啦！我对你有信心。放心，我绝对把伊留顿来。这就要看你是不是会当继续好好保护伊呢。国总，请你放心，我给你保证，我绝对做到。好。所有的时间都留给您了，我先来走。啊，你袂要等我二姐进行了？我想人生精神的时阵，最想要看到的人，应该是你。我先来。王正燕这个囡仔，敢那成绩袂歹。
这么看起来是安尼啦，日久见人心，咱就偷偷看，看伊是不是能继续保护人心。我若闻到这种酸味，是吃醋迄种。敢有？人未安尼，敢袂寒？面皮敢有够？手机定位叠加，我确定定位叠加以后都无离开过啊！我已经报警啊，警察等着到。你现在要报警？万一严秀英迄个少的看到警察，这个冲动的代志是办哪？已经做出冲动的代志啊！咱先想办法安大伊，然后等警察去救杜家良。啊，不过这栋大楼遮尔大，咱要往倒位找啊？是啥物时阵合作的啊？啊，妈，你敢真正想要甲因去亲情啊？你敢问我意见？我无愿意呢，对吧，弟弟？你应该嘛无愿意啊，你应该嘛无想要甲阮兜去亲情对吧？叶善元，你好这样落来，我保证。咱两家绝对缠无到最无老，我卖替请律师替你辩护，让你的这更加上架。I know， 只有清楚张子婷顶界差点仔弄死人，阁会当缓刑，赶快，有无？对，亲像我赶快，我能替你找上好律师，你绝对无代志，你放心。你有这么好的律师？刚有叫你好的遗体化妆师，我想爹地应该真紧就有需要。万一等一下摔落，规气鼓鼓，我都搁拼凑成原本帅气小白脸的模样，是袂安怎？圆圆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你也走袂去，你卖个话，妈伤心了好不？妈，你卖打平拢讲这好。为了卖，让恁伤心，敢讲我都无法度照我家己心过日子啊！我真正烦呢，道德绑架，我阁足烦的，你知无？敢讲无时代的人，亲像这个拢赶快，就会当为非三走，拢无代志啊！张家良伊是为非三走，是被骗少年，啊，不过伊人生已经过一半，你无赶快，你阁少年，你还阁有机会啊！你莫知影，我对张家良有偌好啊！我甚至啊，比这种天气更好啊！啊，你看这农民历啊，今天啊是霜降，好日子，适合入殓下葬。我喜欢你啊，张家良那是后世人投胎啊，卖投较好诶！世元哥，你敢要真正为着我付开掉你家己？你是个最有才华的人。你的本性就善良，就体贴的。我替恁爹哩更好日子，当然嘛真善良真体贴。啊，不过就是恁把我的人生毁掉的，叫我搁伫遐，叫我咪搁毁掉我家己，是咧喊闹。
哪会怪怪？无参着人的手。圆圆，桌上想着打劫，还佫有阮陪你，桌上张家良糟蹋你，咱就马上报转来啊！啊，不过你现在硬要行死路，顺伊的意。相形势互相看，还佫唔知影？我讲对无，弟弟。妈知影你有去看阿妈，你嘛知阿妈今嘛状况神志不清，伊无好多想到任何打击吧？你无为着我，你嘛为着阿妈，为着小晴，继续振作落去。来，干妈等你好不好？你们要过来啊！你这是给我过来，我就给张家良表演小飞侠给你看。圆圆，当初是。你妈得着忽然离开，那段时间你爸足伤心的，差一点嘛活袂落去。我甲讲，你搁细汉，阿妈山人的陪伴，伊无资格倒落去，伊才硬紧起来。啊，唔到后来，变作是你得着同款的病，急性白血病。你敢知影？你爸真正无好落接受，甚至想讲要甲你做伙继续痛苦。在你想不通这么伟大的爸爸。弄这么软弱的时阵，啊！不过你看，也是坚持落来啊。若是让伊知影，伊用心栽培的后生变甲安尼，伊在天之灵会有偌艰苦。每一个人拢有艰苦，甲想要结束生命的时阵，你有，我嘛有，张家良嘛一定有啊。妈真了解你的痛苦，啊！不过。你敢袂当给亲人一次机会，就参像当初时，恁爸给你、给阿妈一次机会同款。我袂当可以安尼逍遥过日子，应该受着报应，这是欠人家的。那你欠我要哪算？圆圆欠妈妈一个要求。永远有效。这是你十二岁时阵送我的生日礼物，你敢袂记哩？我灌骨髓给你，你好起来。我算是给我的囡仔。迄时阵，我逐天闭咧哭，唔敢让你知影。你是一个真体贴的囡仔。伫咧我生日迄天，你问我。妈，你想要第三？我讲，我什么拢无爱。你留下一张给我。你讲，当我知影想要第三的时阵，再来跟你讨。圆圆，妈今嘛要跟你讨。我爱我的圆圆，等来我的身躯边。我爱我的圆圆，为着我，重新坚强起来。妈，是的，我做袂到。你的兑换券已经写好了。黑妹。我是要跟你斗三天，你紧点来好不好？你别话！叶少爷，你妈妈已经报警了。你若是不爱跟阮家人在倒位，我保证你一世人拢活在牢内。牢内至少还有一两平活动空间啊，只有阮两亿的活动空间，可能就只有小小的骨灰坛尔。我就是不要跟你讲，只有阮在倒位，你咬我啊！林三元，卖枪炮！有什么大事？大家好好商量。妈，规条我真确定，等你找到幺零的时阵，已经死了。
你就跟阿妈讲，我是出国深造啊，我必须做阮爸爸妈妈会做啊。I'm the king of the world。你已经放手啊！别管我！不可能，我不可能放手！我绝对不可能放手！是杨哥不管的，我都相信你是好人。进来，赶紧把人约起来！你晚上吧啊，跟我睡觉吗？快！我的天！谁你？我的伊的生意落尾，已经白挣了。阿嫂，子怡来，妈咪扶你起来。子怡，你哪落会啊？妈咪，我爸都出事啊！啊！你送子怡去病院，我甲张家良找回来。我们送去北医，来，老头看。听好清楚，等下日期的时阵，分头搜查，而且一定要特别注意，向伊番边啊，是毋够其他的人。是是。无啥物会当藏人个所在。内底我嘛拢找过啊，嘛无发现着啥物啊。我后生无可能骗我。
定是为燕山冤呀，才能我人在这。快小坤，我在这，我人在这，快小坤。我看吼，这卖衰啊啦，人应该无伫迄只啦，搁转去内底看卖好啊。敢讲这就是我最后的结局？重视吧，我想要再看一下。已经找到因啦，因无代志。嘉欣，张家良，张家良，张家良，在名称店又困了。嘿啊，阮正如讲吼，你严重到要断衣观餐嘞。哼，哎，三，我来了。谢谢。哎，先去。哎，先去，坐咧讲。好。无参照青龙，可能甲真尔严重啊！无啦，小可皮肉伤啊，迄药膏我抹抹就好啊啦。安尼，阮青龙是安怎个骗阮？新妇要骗你，是我超过伊甲玉龙哦，讲我较严重诶。安尼，等下毋知来看我。哦，啊！你即马断伊是咧偷拍哦？啊，是啊。哎，啊若无我咧讲，等下迄个人哦，迄个性伤惊啊。我若无用这步，我伊袂来啦。王总裁，所以你即马对阮的情，阁真有情哦。
歹势啦，咱还袂时间哦，会当开讲私人的代志啦。哎呀，唔当遮尔啊见我啦！啊，咱唔是常咧讲一回生二回熟，啊，顶回头一遍啊，咱这回啉酒啉到遮欢喜啊，这遍哦，就当作第二回啦，啊，就算熟啊。哎，原本哦，我想讲我一寡心内话啊，啊，找无人通好讲，伫咧心内哦，足艰苦足不济。啊，正拄好，甲我上好你这个亲家，你就走来找我，啊，无客气，你听我讲一下心事，啥话？好啊好啊。哎呦，好你一口劲呐！迄人是大来事呢，你阿记无要怎啊？迄是王总裁招我讲的，啊，唔是我编的。哎呀，来，我顶话就甲你讲啊，卖叫我总裁。叫我亲家就好啊！哦，以后都拢叫我亲家就好啊！啊！哈！你阁想要甲秦妈阁一两一家团圆哦？是啊，啊有啥问题哦？啊你把这碗银哦，提下道理要怎啊？我三十多年无照顾到因母阿囝。我即马想要照顾伊，我是倒位想超过啊？唔是安尼讲啦，亲家，你即马是有某的人啊呢？而且我看你迄个某吼，看来足欠卡的，伊敢有可能同意你安尼做啊？哎，你即马是感觉讲我无才调，一个顾两家哦？啊，恁都唔知，伊从迄个爸叫出嘴的时阵，我个人痛啊，强要变过。所以现在我们白阿囝总算是收人啊，所以就敢那剩丁阿尔啦。那是丁阿伊嘛，愿意给我照顾啊，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对母阿囝用个弥补，袂感觉亏欠的。安尼我一世人啊，用个讲无遗憾啊。所以真个啊，你就开始就暗算讲，你要大房、二房、中包。命啊！无啥好啦，什么出息？亲家啊，啊秦妹个性哦，那是有法度甲人公家红色。但伊三十年前哦，都被婆囡仔离开你啊嘛。我今日安尼哦，一厢情愿，可能结果会两股遭弊哦。哎呀哎呀，对，反正较衰会上头空嘛。哎，啊你两个敢无想安尼甲我闹开？刚才讲这个冤仇结三十多年，总是要想一个办法来甲透开嘛，对不？阿辉弟啊，不管安怎，一家团圆是我的愿望，我拢一定要完成。就算千军万马来挡，嘛挡我袂掉。水啊，神气好气命，来恁开的。啊，这是白酒，我若无甲你讲，我一定马上敬你一杯。哎。迄误会查甫人吼，拢敢若剩一支嘴啦。搭秦妈佮一良吼，因即马事业做到遮尔啊大啦，啊佮有四中的会主哦，伫咧照顾因的生活，因敢有需要你的照顾？迄无共哦。是你倒位咧无共。因迄个家敢有欠你一个哈？佮再讲啦，秦某即马着伫要抱孙啊，伊哪有时间甲你母姐？好啦，就算讲伊答应啊。啊！啥物做大，啥物做细，向前向后，你这番有法度瞧下。哎呦，亲家，卖戆啊啦！伊若是有法度答应哦，我头倒来，互你做伊阿姐。这你讲的哦。我讲的啊，你困懵困哦，卖迷茫。你这查某人，不管安怎讲哦，有梦最美嘛。哎呀，讲得蒙蒙渺渺，拢唔知要创啥了，对不对？亲家啦，吼、哦，这有影啦。亲家，那你安尼讲话哦，就算有水准。哎呦，安尼意思就是讲我讲话无水准哦。嘿啦嘿啦，迄有大母甲细爷想法，较有水准啦吼。你即摆是咧讲啥物话？你家己做诶，要我食？嘿啦，我来讲，阮家己做，专工哦，要摕来互你食。你得食甜甜，明年生后生哦。哎呦，不输鬼，拢鬼火，佫想要生后生。恁这菜宴真正好食呢。什么菜宴？迄是奶酪好无？迄是用牛奶做的呢。啊，听讲你讲算一面的哦。
哎，是讲哦，这有影袂歹食，敢有咧卖？泡面也上咧。当然嘛有咧卖，啊，若无做趣味的哦，阮这吼是有着奖的呢。陈家，你要订几啊？那是我甲一龙丁啊，伊嘛一家伙啊团圆哦，这团圆至少嘛还有一百桌。啊，安尼订一千啊好了。啊，那这套都太美。哎哎，林某，你小管教一下无？迄冷水一桶一桶一直泼过来，是咧泼安怎呀？亲家，我伫无人拍咯，拍无互人看，所以哦，我回去了才好好去做咧，吼。唔免啦，你安尼做做的，到时阵哦，又契丹结束啦。我要送我的员工，我爱讲到时阵哦，唔拿一千啊，至少三千啊才会用的。好，亲家。妈。妈，你规个安尼看着我就闪飘啊。是不是对我有啥不满啊？无啦，你是在想啥？咱母阿囝呢？我敢会无感觉？今日伫咧公司，你嘛是超工拢无爱看我。假使你若是对我有啥不欢喜的，你会当直接甲我讲，敢讲你要闪避我一世人？我都甲你讲无安怎，你嘛有白想啊？妈，你真正是不要讲白贼的，是不是？你对我叫王总裁一声爸爸这个代志，你不要接受。妈，你知影我上要紧的人就是你。可是讲这个代志，让你无欢喜，那你以后我袂管你做，请你别再生气，好吧？妈妈无代志啦。你唔免管我安怎想，你就做你去做，你心肝想要做的代志好啊。你连我下当认做爸爸这几个字，你拢讲袂出嘴，可见你真正足排斥。也毋过你又搁惊我受到伤害，所以无愿意阻止我对无？妈，啊你是安怎无爱较自私嘞？你都骂我，不准我叫伊爸爸安尼就好啊。你的态度安尼无清无楚，我根本都唔知影要安怎做才好啊！你去认王总裁做爸爸，这款代志哪会发生啊？你既然知影太太无法度接受你甲王三和小林，那呢你就莫甲叫啊！你即马拢几岁啊？啊做唔着代志，去怪太太无甲你骂，啊太太若无骂你，你就当做唔着代志哦。我无这个意思啦。小爸爸，我叫出去了，我嘛感觉真无妥当啊！我才想要跟妈坦白，我只是想要知影妈真正的想法。那是你妈妈听信你，万一你妈妈甲你动，无爱互你小林，伊惊你会怨叹伊，你应该唔免问，就主动甲伊保持距离。那会当甲袂当小林的竟然杀去你妈妈的头壳顶，你安尼就不好的呢。你是讲爱要创啥啦？啊，伊拢大汉啊，本来就无需要事事项代志拢问我意见啊。话袂当安尼讲啊，像伊这种人啊，啊若互伊一支德哥，伊就会当爬上天啦。万一你若互伊龙甲伊小林啊耍乱嘞，啊毋着叫伊龙去因兜住，甚至哦，伊逐天来找你，甲你高高低啦。安尼你就变作小三，向公阿足歹听嘞。尤其许明凤迄个人啊，绝对世界哦，公阿袂听字啦。你敢真是要害恁妈妈？洪公家伊是食回头草的歹查某，你真正要害恁妈妈无面做人哟？好啦，莫阁讲啦。
伊拢是无迄个意思啦。太太，你敢头一天熟悉这个王三河？只好让伊拢阁叫伊一声爸爸。我甲你相思啦，伊绝对念过来啦，安那杀路拢杀袂开啦。伊拢，迄一天你请王正燕来厝内食饭，伊就家己倒来，啊，家己坐来，家己吃，家己啉，阁认亲家。啊，啉酒醉的时阵，一直叫太太的手拢无爱放，你还袂叫伊爸爸呢？啊，伊就这么好款，啊，你若叫伊咧，你想会安怎？凡事哦，走去太太的房间内底，倒下就无爱起来啊。妈，告诉公，来，现在。其实妈妈知影，你就希望我接爸爸，所以看到王三河时阵，就希望我会当甲你同学同款，甲你朋友同款，是感情真好的爸母。你有这款想法嘛是真正常诶，你无需要怪你家己。但倒是我，无法度予你一个完整的家庭。是妈妈亏欠的。无啦妈，是我袂晓想啦。我看到王总裁对咱遮尔啊维护，我都袂记得有宝有家庭啊，却等到害你为难。是嘞。王三好啊，真正要照顾太太，伊着先离婚才阁讲啦。伊若做袂到，就莫受害啦。你敢知影三十年前？太太阁是大母的时阵，连彭总裁拢去予许明凤伫外面讲是卖小妹做大舅的迄种人，这敢袂听一啦？偏偏王三河无才调，甲许明凤这种人扯互你啦。太太才会做生气，切心坚持要甲伊离婚啦。我若想到这，我着做生气的。谁若阁予太太吼想到许明凤这款母娘吼，我绝对提刀甲伊烧台啦！我真正无想到这么多，我确实就是要认爸爸的，想不到妈当初所受的委屈比我所受的更加严重，连阿姑都有人讲惨累，真正失礼啦！无代志啦，这拢过去啊，搁再讲，这款代志本来就不应该给囡仔知影。那呢？我知影要安怎处理啊，妈，咱即马倒来找王总裁，我有一挂话要当伊面甲伊讲，希望你嘛会当听着。哎，哎，我要个，啊，传啥给我吃？看病，我才真欢喜，你俩算大饭店了。病人啥爱问？哥啊，我替你准备 room service。你唔惊病人带久啊？啊，假的变作真的，真正破病去照惨到家己啊！你是八啥？假破病嘛是一个学问。有时阵哦，有病爱假有无病；有时阵等到无病爱假有有病，而且会愈假愈健康。听你咧分家规啊！叫你读书，你就是唔读啦。司马懿家破病，才好到得过周朝的九江心，是不是愈假愈健康？就算是我替伊郎处理代志，风伯贵啊，伊就开始叫我爸爸呢。所以我若是叫我较严重的啊，伊就会唔甘，就会继续叫我爸。啊，我愈听，我就愈爽，心情嘛愈好，啊，身体自然嘛愈来愈健康，敢不是？身体爱健康哦，爱食这鲍鱼糜啦。较实在。哎，哎，对对对，我来讲，你龙的酱油好，所以爸咪来讲，到时阵蛮搞的哦。若是因来着玉龙哦，当甲伊无爱开就叫我爸爸，安尼我就会认为讲你是条狗要我身体拍歹去，你就是谋害亲夫哦。嘿，我穿包鱼糜来给你补。我拢无功劳，
我吐王一龙几句，就是谋害亲夫，敢这尔啊无公平啊！要饲我的人，不如收我的心。啊，先甲你教袂，要安怎听你的立心啊？我照顾你时阵，无功劳嘛有苦劳啦。我事事行行拢以你为主嘞，你讲当我唔敢向西，啊，煞乎你向甲无一块好，我真正是有冤无底讲啊！你敢真是这么听我的话？在我面头前拢点头应好，我一外头尔吼，就无咧甲我信道啊！你也算我看袂出来，你出什么卡手哦？我即马就甲你警告啊！迄、那个张仁心啊，拄伊鬼门关，摕一连灯来。咱正燕对伊哦，即马是心肝唔甘丢丢哦，所以以后从来搁想一寡有诶无诶，想要去对付伊。啊，若无，不管恁母仔囝拆破面，到时望大好，好讲哦，我无甲你警告。我知影。爸面是一龙来帮我，较细声，等我倒好再去嘛。宝珍姐来关心阮三河，伊一定真欢喜。三河，三河，宝珍姐来看你啊！你看，人活有心，多要紧你嘞。啊，王总裁为着阮万里出头，才会出代志，人情义理上哦。我来看是应该啦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小夸张俩。啊，对啦，多谢你关心嘛。王总裁，气色看起来袂歹，应该无代志吼。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无什么代志，不过还阁有一挂检查，等医生的报告。啊，你应该无介严重啦吼。哦，无啦，哎呦，我拢食袂落个啊。哦，我淡薄想要吐。我传的哦，三号食袂落啦。啊，宝珍姐传的，伊可能食较会落。不过我看宝珍姐敢若无啥物件来呢。啊，我太太就较胖啊，啥物人拢要食较胖的人炸来的物件啦。啊！臭人准备的山珍海味哦，嘛是臭的啦！你即摆讲啥啊？啊！恁陈师讲的啊，讲你买来物件吼，伊食袂落，想要吐啦！敢讲你无承认，家己是臭人哦？哎，恁两个小麻烦一下，把恁遐经营模式拍开好无？吵架呢？无乱吵，你替我管理，把富泰大楼的代志处理到这么圆满，我是应该给你说下来。啊，临时赶过来，无带物件，是阮较实嘞。哎呦，变啊，传什么物件？哎呀，啊，这件代志哦，原本就是阮这边先列出来的哦。啊，加赚了一亿，啊，搁了一堆的俗话哦。就算讲哦，当作是处理的费用，那一亿嘛嫌伤多啊。我听伊拢讲，遐个人手段足粗残的。差点嘛闹出人命，所以无论安怎，我拢应该给你说多谢。哎，说什么多谢啦？我做人的老爸，我替我家己的后生挡一寡这灾厄，这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对无？哇，迄当阵哦，伊容易叫我啥？叫我爸呢？啊，既然叫我爸爸，我哪有可能安尼叫我，无替伊处理这代志？搁再讲啊，保护家己的骨肉哦，这是天性啊。阿姨咯。南明，你有哪要做老爸啊？爸爸今麦讲的，你听有啦？哈哈，哎，
常咧听着家己后生用安尼真心真意叫家己一声爸，我会比听着啥物会搁较好，你知影？王总裁，今日阮来主要是为着公司来甲你说多些，无要讲私人的代志。总共一句，多谢总裁甲阮斗相共。无啦，啥物公司私事，啊，大家拢一家人，分遮清楚要怎啊？还是有啥互恁压力？啥物一家啦？根本就是两家，万里是万里，勇士是勇士，还是爱把代志讲个清楚啦。惠珠姐讲了无唔对啦，万里是万里，勇士是勇士，那是无分好清楚，人会掠准哦。你是要并吞万里？三好啊，千万唔通互人误会啊！哎，先莫讲公司的代志啦。啊，你叫我一声爸爸，你也无啥物差，你嘛袂减一块肉。啊，以后大家嘛是爱过原本咱过的生活。啊，若有差，就是差在讲哦，我听过了，我对我会感觉较好安尼尔。啊，所以真正唔免分遮清楚啦。话嘛袂当安尼讲啦，毕竟王总裁是有家庭的人。我若是叫你叫了相亲，会予人误会，对妈名声嘛无好。阮妈妈是一个有身份、有地位的人，我袂当造成伊困扰，所以请王总裁放好袂记，我叫过你啥？是我毋捌代志，分寸无了好，我对王总裁嘛感觉真歹势。王总裁，你应该毋是臭鱼人啊，你应该听甲真清楚。拄只我行入来这间房间，啊，恁太太哦，讲话有够酸的啊！伫个房间内底酸，阮阁挡会住。啊，若去外口酸哦，甲阮太太名声哦，拢酸甲油了了，阮就挡袂住啊！我敢有讲啥？我讲啥拢让恁误会，是恁的面甲较济啊！我卡袂住，就要去打着地雷啊！啊，明知影是地雷，哪里就莫卡过来啊！家己当么打，当么跳，蹦死哦！家己自找啦！惠珠伊讲了无唔对。别人的嘴阮管袂掉，干来咱家己尽量做甲，互人无话通讲。所以歹势，自即马开始，咱大概是返去家己原本的位置，以后才会当相安无事。王总裁，真正多谢你甲阮斗相共，这个温情，阮一定会记。妈妈真正好气，高价，我替伊感到怀疑，教出你这真哩不代志的囡仔。哎，我呀，是我较欠考虑啦，我拢无去考虑到囡仔会有啥物代志。真是咧，查某人哦，确实较辛苦。对啊，是的。妹啦，讲清楚就好啊。安尼，希望总裁会当好好调养身体。我先来走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啊，家己哦，我来保重。啊，有啥物代志哦？所以我到三江这里开一花店。啥？
三十年前，宝珍姐都不爱和你看伊咯。三十年后，伊哪有可能留你啦？今日真明显，都是王一龙和方宝珍逼来，来跟你切断关系。啊，你之前所做一切，拢是白了工啦。即卖伊也是大老家哦，啊，你无所在通好扛啊，所以苦对我扛出一直压力，压力压。台湾办出院啊！暗顿还袂吃啦，吃完才办，还会付啦。你唔去啊啦，我食恁个胃会疼啦。好。人生的温度已经到达恢复啊，啊，不过人们的手搁真冰，哪会回温这尔慢？也是加加一条冰块啦。啊，那想这吼，电都无爽快啦。我叫天佑去摕电暖气过来，你嘛照顾伊几暗嘛，先休困一下。唔免啦，我的精神搁真好。妈，当时是交代给我就好啊，因起好困啊。白英，赶快冲哦！白英，再换一遍。人生进行的时阵，咱一定要在伊的身躯边。英啊，啊，一脚步拢袂当离开，我知啊。要唔过你会当坐咧休困，坐咧顾嘛。哎，妈，医生讲二姐状况恢复了，真好。应该真紧就要清醒啊！而且我有买落可可呢，会当予伊补充体力。但即马，干那耐心等伊清醒就好啊！你安尼只是加操烦的啦。我都是放袂落心，因两姊妹啊，真正是受伤最苦啊。仁心，仁心，手顶当啊！金星啊，金星，二姐，心，二姐，仁心，二姐，仁心，仁心，金星啊，仁心，金星啊，啊！仁心啊，你今麦干嘛呢？啊，人讲无爽快。我是和二姐啉几罐乐可喝啊。仁心，干哪？乖乖，嗯，仁心，你哪都无讲话，啊，刚是伤体伤，伊讲袂出话，敢会是有啥物副作用？赶紧叫医生啊！好，我无要紧啦，别紧张。我无代志，恁爸有家己的外套给我，伊伫咧照顾我。仁心，你敢知影？妈有我囝，我都甲你抱掉的。敢知你无代志？敢知你无代志？咱袂讲，只会甲你甲伊讲，想要，你想要抱我，即摆你抱掉啊！我嘛感受到咱袂讲的，迄种让妈妈抱掉的温暖啊！你离开出来了。妈连面貌都会忘掉，甲你姊妹啊难调调。但是，多谢你，多谢你这尼啊坚强的活落来，让妈妈有一个美梦成真的机会。是咱妹，是咱妹一定讲，你一定会来救我，是咱妹一定甲我鼓励。仁心，你是感觉寒？
啊，不过你的手小小的，你哪会甲恁顺啊？在家拼，你妈的！你今麦搁在养根，我身体比你较好，乖啦，听姐的话。三爷，你拢针对我就好，我会拼陪好你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好人信我嘞，拜托你好人出去，拜托。是人妹，是人妹一光。伊无穿外套，趴伫个涂骹，求颜色员给我活命。我想起来，伊讲伊要摕伊的命换我的命，冷妹嘞，我是不是因为安尼才活落来？冷妹伫倒？冷妹嘞？冷妹无代志，冷妹无代志。是啊，二姐，大姐伫边啊啦，是还袂清醒尔。咱拢无反应，是毋是真严重啊？仁心，哥仔，咱讲好啊。你有的物件，我嘛爱有。我有穿外套，你嘛应该穿好好才对啊。你哪会这么讲呢？哪会这么讲？哈哈哈哈哈！嗯，是我无甲你无好，是的，都是我不对。孙源，我拜托你放开人心。我无代志，你免惊，我来保护你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都是我唔好，我若是坚持较久咧，莫这么紧就分去，你就袂吃遐尼侪苦啊。是的，你紧起来，你紧起来。我搁欠你一句心嘞，你爱真实才听会着啊！冷妹，你去起来。仁心，你免紧张啦，冷妹已经无危险啊，即马着等伊身体多多恢复，伊就会精神啊。袂用的，一定要即马甲伊叫好精神。我一定要知影，啊！伊让伊知影我好好无代志，啊！那么一定会足自己足绝望，伊可能会好奇。冷妹，对啦，就是安尼念条条，唔才对。大姐醒醒啊！妹。我无代志啊，你唔免阁因为惊我很烦恼你，伫遐惊啊！啥物叫颜色员帮我耍？阁讲啥物阁摕你的命换我的命？咱两个是同姓同名的，你若是有啥物啥都能得，我存钱包我是要安怎啦？
你是啥？我敢熟悉你。你不会记我？以前有讲失温的人有可能会有记忆障碍，啊，敢是大姐还未完全恢复？医生敢有讲这种情形会偌久啊？妈，我无代志啦。我真是无看过安尼的人生，我熟悉的人生，笑口口话藏在心内，伊无可能等你直接，甲心内话拢甲我讲。所以我拄只感觉，我伫个病房。拢啥物时阵你开口生气？你为着要保护我，差一点就无影，你敢知？那是我目睭白金看无你，剩一半的我，我嘛无勇气阁活落去。阿妹，是嘞。过去是我唔对，我原来要紧，我失去，啥拢无看到我有的。我因为我家己一寡情绪袂得过，我就让我家己活到残旧之外同款，甲所有爱我的人拢吵到老火老地。是嘞，我真正就讨厌这款的家己。我不想要再做滋味啊！好啦，无代志，拢无代志啊！你别哭，乖。别再哭了啦，爸爸妈妈袂怪你啦。因为阮了解你，你毋是迄种绝情绝义的人。是嘞，是嘞。敌人没甲颜顺元讲，伊要摕伊的命换我的命的时阵，我嘛是着急甲要死。啊，不过我煞啥物拢无法度做。迄个时阵，我才了解，当初你选择放弃我，你毋是跳过伊的，你嘛感觉足痛苦、足寂寞的。迄种不得已，煞无法度进来的心情，我即马总算体会到啊！是嘞，是嘞，过去一段时间，我一直攻击你、欺负你、责怪你，还阁调过去叫你阿姨甲姨丈，完全甲你这二十几年来对我辛苦的付出，拢放袂记。是嘞。我实在有够不好，有够唔办代志的，但是叫你原谅我。爸爸妈妈从来唔把怪过你，要怪都怪阮好啦。阮若是给予你一寡安全感，凡事你都袂亏啊。不是，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跟妈妈，是我伤害你，搁无我都甲朋友落来跟你回信的。明明一句话就当解释好清楚的代志，我做奶奶经伫遐，认为你应该了解我。明明只要回应你的善意甲笑容，就会当免搁制造伤害啊。啊！不过我却永远记着面手对待你，我真正足讨厌家己的，我连我家己都无想要操我家己啊！是阿公你讨厌，你无爱你家己，爸爸妈妈爱。对啦，二姐，
我嘛爱你。人生有听到无？这都是亲人。不管你做唔到什么代志，不管你甲阮挡伫你的心门挂靠，阮永远永远都袂放弃。阮嘛无可能不爱你。妈知影，你的心肝内有真侪不安，才会活到这尔辛苦。爸爸妈妈，我种不甘的，所以你莫阁回事嘞。但是，你要答应妈，莫阁有心肝，莫阁钻牛角尖，好吧？也阁有。你是人美，你跟人美一定要互相扶持。你两个做出事都念做伙，是上亲的姊妹啊！你两个绝对袂当安尼一人行一步，绝对袂当做对头。爸，一定够会扣人抢走。确实是我无细腻。迄个时阵，我想过着急，想要退出内底解决问题，煞予人抓着弱点来利用。啊，不过我从来毋捌想过要伤害恁。我保证，以后绝对袂阁有即款的代志发生啊。而且，阿你刚真正愿意跟我和好，袂当阁狠狠塞心地哦。无你当初我拄只讲一大堆些演讲哦，感情真一定要两条条才遵守。安尼上好啊！啊，拄只我刚刚买一杯热可可嘞，没有啥物人啉。好瑞妹，咱做来啉。阿你讲生笑的啦，我哪有可能刚刚买一杯啦？就无聊的你。阿姐，阿姐，乐哥哥，你心脏还够强？坚持要叫袁胜元，伊要去死，甲回去死啊！你拢不要紧，妈咪是，你若是有啥物办伊，你叫妈咪是要安怎？歹势，笨蛋诶！听讲哦，子婷哦发生代志，我甲阮牛哦来甲关心一下啦。看起来子婷应该不要紧啦。这今仔日毋知啥物日子吼，一个熟识人伫病院啦，啊是受伤的受伤，出意外的出意外，当然阮查某囝进度嘛安排大几工。这样回去哦，爱找一间来遮盖去，吼。这是什么遮盖？别后壁讲话啦，大家哦拢安尼平安无代志啦，啊。饭档诶，这是阮无常哦，家己做诶奶酪啦，啊你加减食惯吼，较有气力照顾子婷啦吼。妹，原来我才讲啦，那不是子婷这个囡仔叫我演啦，我搁平单行来遮嘞，无代无志，结一个面相，要算欠伊几百万。哎呦，啊，咱就真正欠伊违约金呐，共唔拿几百万呢？子婷，你真醒啊？啊，刚
感觉安怎？敢有倒位无爽快？子婷，我嘛来看你啊，搁在你爱食的奶酪呢。阿姨阿姐，多谢恁来看我，我无代志免烦恼。妈咪，爹地嘞？你是安怎袂讲话？敢是爹地出什么意外？你敢有救着伊，还是无救着？哎、欸，我来看嘛。无代志，无代志，你放心啦。伊爹地无代志，医生检查过啊，伊的身体无啥问题，伊即摆就袂妨休困。哦，好佳哉，爹地无代志。那安尼，世元哥就袂予人判刑判上重啊。你爹地予严世元害到安尼？你搁在替伊讲话？你莫忘记哦，你为着叫严胜元差点死死呢！我是安怎生你这款无头壳的查某囝？就算讲胜元哥够安怎歹，嘛是环境甲伊逼的啊。一个人也是受到无公平的对待，而且搁无所在通出气，当然嘛会惊骗去啊。子婷啊，这世间上哦。拄到无公平对待的人啊，满满心内急的。啊，若是每一个人参像伊同款，拄到无顺心如意的代志，伊就要报仇，就要去伤害别人，啊，毋是天下大乱哦。我知影你感觉我咧同情伊，我无受噶。啊，不过我较早嘛行骗过啊，你毋是同款，拢支持我，互我温暖，互我行倒来正道。啊，是安怎袂当给世元哥一个机会，莫放弃伊好无？张子婷，你爹地差点把严世元害死，已经唔头一届啊！你若真正爱你爹地，对袂讲这款话。啊，是安怎袂当两个拢关心，一定要二选一哦？你再讲一遍。我嘛无讲唔对啊！你是安怎袂当原谅伊，搁给伊一摆机会？即摆爹地给人救起来，我嘛无代志啊！相公，你无代志，你有心啊！我这边真正有世元哥的宝宝，我嘛希望是假。啊，不过超音波迄个形形凑凑，我无心，你嘛袂用的。张子婷，你最好跟我讲，这个囡仔不是严胜元的，伊不是无爱你，你哪会？阿杜，迄天胜元哥知影因爸爸过身，伊就痛苦的，我去甲安慰。杜，你，你莫安尼看我。你囡仔无代志，杜霞医生已经有做安胎下。我甲静茹姐同款，拢要做妈妈。妈咪，你敢愿意接受我的宝宝？我袂参像较早同款，逼你把囡仔摕掉。这边我也尊重你，啊，不过你爱怎样？我甲你爹地绝对无可能接受袁胜元的。你敢真正要把这囡仔留落来？既然这宝宝真正来啊，我就有责任把伊生落来。就算讲你甲爹地无要接受胜元哥，啊，不过我一个人。嘛是会当家己囡仔才用大汉尔，妈咪，即届我希望你会当支持我。爸，你有要紧吗？
原本阁计是我甲伊龙团圆的希望，结果只一场梦。而且这帮啊，阁起个这么紧。陪恁爸饮酒。哦，一嘴拢知我完，你即马是啊？你迄小刺猬无爱插你啊，所以有迄个时间来遮。安慰恁爸哇，爸，你若讲到亲像甲伊失宠共款，是过要烦恼，你的心情不好，叫我来甲你关心一下。爸，你嘛体谅一下，过是无法度才安尼做的。体谅当然嘛体谅，啊，顶下一个人辛辛苦苦，啊，迄拢超大，啊，伊会顾虑伊妈妈心情，你对个。咱这是我的乖囝，好后生，为何妈妈？爸，这是不是有物件破去啊？若无我若听到有物件落伫个涂骹，叮叮咚咚，脆条声音。你即马是咧甲电工我的玻璃心吹过过？啊，拢什么时阵啊？搁安尼甲恁爸哭死？我唔是想要甲你哭死，是想要让你心情较好咧。你看，要你甲我爸，是毋是较爽快？你哦，要甲我哭死，要甲我哭，要甲我掂哦，这步真正比恁爸较厉害。其实哦，嘛袂用得我一弄啊。讲起来。啊！怪我家己兴泼泼，兴了上过头。只要你妈妈吼找到空房，通好出脚手，啊，卡袂着伊太乱啦，乱到连一弄伊都拢袂掉。真正讲起来，就是我家己是一厢情愿。这边叫一厢情愿，至少过已经接受了，不过是藏在心内。无表现出来尔，啊！无表现出来，甲无毋是同款的意思。慢慢来，你毋是常常讲假紧弄破我？无毋对，所以我调整我的做法，我同款继续弥补因母仔囝，啊！毋过我会慢慢来，我袂让伊感受到佫有甚物压力。看到你安尼，我就放心啦。爸，咱即马是共一国的，龙凤拍入失败区，等你败部复活。只不过，我也是爱情，你也是亲情，咱两个同是天涯沦落人。嗯，唉，最近咱王家大部分是安怎？那事业哦，是安尼一飞冲天，啊，毋过感情哦，所以一蹶不振啊。你也较有信心的，至少个心内是接受你的。你若继续拍拼，总有一天会圆满。啊，那这我知影啦。恁哥伊叫我一声爸，迄个时，我真正有感受到伊的真心。这是证明啥？证明讲我甲伊爸仔囝迄个关系是切袂断的。啊，三十年我拢等啊，我敢会去计较加等一点仔时间？哼，安尼唔才对。我对你有信心，我支持你，我相信高总一天会等来你的身边。
你哦，你嘛算是我的乖囝啦，我的好后生来，好哒。老老师，麻烦你来加找一挂队员有力的证据，会咱跑较轻的。今嘛，好，我今嘛去警察局跟你会合。夫人，张子婷现在状况安怎？伊即摆人无啥物代志啊，哦，直接要清醒，爱心帮伊安排转院，因为检查时阵发现到伊已经有心啊。伊有心啊？圆圆，你放心，马等你处理一切。对对。我敢不应该等到跟我后生讲几句话。伊的手就疼了。比起这段时间，我和你的艰苦和心痛，只不剩下。你安尼想，表示你明知影家己做唔对啊。是的，我后悔当初无听你的话，才会让你这人受到伤害。今晚要接受我留的制裁，我无怨言。只是我想到你，还佫有宝贝阿妈，我感觉我真不好。真是的，我一个后生，互你失望。妈无对你失望，因为妈知影，你明仔要参会啊。是我下岗家的面子，我感觉真见笑，真对不起爸。你放心，妈会请老律师尽全力去拍这条官司。嗯。人心人美，莫担心啊。好佳哉，你有通知高先生。猫甲冷冻库的温度调悬，伊两个无代志。因为当证明你并无置人于死的意图，无的确会使暂告假，讲个和解，咱来换着比较较轻的刑罚。较麻烦的是张家良的部分。老律师，和解部分我会家己去张家个国家那边处理，那恁其他问题都要麻烦你啊。放心，一切交我办。妈，你免去找张家良啊，家无用的。张家良一定喊你赶紧帮我扫。你放心，妈知要安怎处理。对啦，张子婷为着救我，可能嘛受伤啊。伊即马状况安怎？伊即马人是无代志，啊，毋过，啊，毋过安怎？你真正有心啊！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警察哥在等啊，走走。圆圆，你好好照顾家己，莫赶紧想办法把你救出来。这个妆比拄只迄个搁较细，啊，不过贵淡薄啊。俗的普通，贵的好看，伊丢袂停的眼光，应该较佮意好看的这个。看啥？小妹哦。爸，恁哪会当无弄门就入来？我有隐私权的。啊，你门也无关啊！我俩准讲你欢迎光临，爱我来。无你嘛出一声声的嘛，我有心理准备啊。啊，拢是我唔对。来，恁别来哦。
后台无一看我来电脑就砍起，要偷买物件哦。免看，拄仔就看到啊！你想要买一只钟？是讲圣诞节就还未到，你怎啊买钟？安尼布置敢是伤早？不是圣诞节经过背后啦，我是想要把可爱动物区的拱门布置了，甲幸福之钟同款，和木雕加一个会当翕相打卡的所在，吸引游客过来。你是讲张子婷讲的幸福？之钟是啊，啊，不过这个钟有淡薄贵啊，较俗的拢啊一两万呢。唉，天地白了工啊！我来讲哦，你若真正买一个钟哦，放伫可爱动物区顶面哦，你若经过的人客哦，那欢喜给你奖一个，不欢喜给你抢一个，那真真正正，我来讲，那可爱动物区羊驼啦，什么迷你猪哦，会惊到脑神经衰弱。哎，那真正哦，忧郁症压起来就好笑啊！对哦，我煞无想到这点。人个张子婷，唔免阁幸福之中，人即摆过得足幸福个，人即摆要做妈妈。哈？你讲啥？张袂停要做妈妈？啥物时阵的代志，我哪会拢唔知啊？人嘛是即马才知影。你确定这边不是乌龙一场？伊跟我去同学会了后，就去找伊妈妈，那样用心啊？人超音波拢照出来哦。好了，这个代志我自头到尾解说给你听。代志当开始的时候，是咧严胜元哦，要掠张家人去报国秀，啊，结果咧，家己伤过激动。唔知安怎，险啊为楼尾顶跋落。这时阵哦，伊妈妈异地夫人就出现了，还佫有子婷做伊个幼条的，伊才无跋落。啊，可能是哦，子婷哦，伊个时阵受过出难啊，所以就昏去啊，送去病院才知影有事。我甲你妈哦去病院看恁姊啊，听讲子婷伫病院哦，小甲关心者，就听到伊有新的消息啦。阿姨讲安怎？无安怎。大爷安泰两天就当回去了，免烦恼。你嘛大汉了，不管做什么代志哦，麻烦你关键顾好一下哈。今晚未开啦，你妈爱困。你嘛较早睏了，我无休息，救我！莫大姐，莫大姐，嘉良，你给我调点温香啊！莫大姐，你今平安莫大姐啊？你今麦人伫个病院，医生做过检查，你身体无啥问题。我辛苦，无啥亏啦。严胜元，甲你做一支肌肉松弛剂，结果三万阴血，你今日才倒几工啊？我今倒几工啊？所以今麦可能还袂恢复。医生讲，挂观察一下，你的肺部若是无积水，才当出院。子婷嘞？子婷胸不安怎？啊，不过检查以后，发现伊真正有心啊！而且伊前卡停这边也是严胜元。
是 Vivi 啦，就是如你讲的，伊敢若有忧郁症。讲话呗，学生兽医院，真正早会好用得看。我看看伊怎看，我感觉就是咧拍好戏。爱心外送，大福奈鸟狗狗，拢是迄个人害的啦。圆圆是你宝贝查某囝张子婷，巴达达的囡仔爸爸。子婷对伊也是有感情的，你伫针对伊，唔该你宝贝查某囝会伤心吗？我一定会学会搞破，赶忙放规定内面。阿长，是啥物检查叫你来想的？伫我出来了后，就一直无机会跟伊单独好好讲几句话。即摆对我来讲，上重要的是，我一定叫你原谅。你吼，就是人讲的绿茶婊、心机婊啊！乖乖，我知影你是为着阮才好小车考试，委屈你啊！好了，阿拉无代志，我就先来走。在我面头前放闪，啊，这根本就是挑工要做我看，想要刺激我，讲讲咱是好姊妹啊！奇怪，黄主任明明都已经下班啦，护理长就快指定找你到位，问挂就用挂麦话，我会好好听受你，阿哥有两个朋友。你万一再受这惊啦！我是阮这次林总爷，我会好好表现，让你看到我的改变。请你对我讲坦白，讲出心内话。敢有真心对我来交陪？一杯酒，予你想要我的一切。明知有缘无分，爱甲两杯开啊后悔。你的情若像火，我为你痴迷。酒入的梦，不愿醒。一生的爱对落在鸳鸯酒杯，对我的所谓的情话，拢是因为爱太多。酒醉心酸，谁人陪？我为你痴迷。